刚才做梦。好像在宿舍里面。有可能就是初中吧啊，但出现的人物好像是小学一个原来一个同学，就那个，当然其他人不管了，反正也都在分那个橘子啊，啊，分橘子的时候，我一看那个那个人群把那个橘子都吃的差不多了，大的都吃掉了，留下都小的。主要小的话，那就是就在那个小的份，我就把我最小的我还留给自己，然后大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留给了那个旁边另外一个同学，那个好处坏点，啊最不好处的就那个人，大的我就都给他了，小的我留了自己，我想这样应该满意了吧？哪知道那个人说了一句话。你没有征得我的同意，啊，是个这么一句话。你自己一边，我一边在分，一边他就在大的就已经都吃掉了的，然后说没征得他的同意。而且人家我发现分橘子的时候，最后给到人家的都在底下砸一下，都砸扁了再给人家的。我一恼火拿出来，你要学人家的话呢，你把那东西先拿回来，拿回来以后，我给你地上砸好了，我再给你。那你不吱声了，然后就行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我抬头一看，天上那个李逵啊，二李逵啊，李逵在天上，拿了斧头啊，他就要对付那些刁蛮的人了啊。李逵自己想，我已经够刁蛮的了。那个年代，他李逵认为他那个年代他是很刁蛮的人，那是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远远的比他刁蛮的，满地都是比他更刁蛮的人。一恼火以后，他就杀向人间了啊，杀向人间了啊。现在那些刁蛮的人，最刁蛮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些当官的，哦，不要以为是刁官当官的人受得好，啊，是刁蛮的人，而那是当官的人怎么爬上去呢？都是对上都是唯唯诺诺啊，一转头，对下都是，都是很刁蛮啊。就像我说那个，我跟在给人家发橘子，哎，我想哎呀算了，分的嘛，那反正他就在他拿出来最小的，好大的都被他吃掉拿掉了啊。那我就在最小的里边，我就把这个把最小的留给我自己，稍微大的留给那个，好说话一点的；最大的留给那个就是就同了扯不清的那个人。既然他我一边在分，一边就是吃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差不多没了，就说了句没征得他的同意。那明明知道最大的拿掉了还在那边说那句话，我一恼火了。那你拿出来，人家都在地上分的时候都在地上砸了一下子，砸烂了的人。烂了以后才拿给人家，我都慢慢真正拿给人家。竟然这样啊！原来是李逵啊，看到那个那种人呢、啊。他说李逵认为啊，当年呢、啊，他在那当年呢、啊，在社会呢、啊，他是很不讲道理的人了、啊。最他认为那个年代他是最刁蛮的人了、啊。没想到现在比他刁蛮的人多的是啊，尤其是那些有点权力当官的，就做未来有未来影响啊，最明显的做的那就像那些城管之类的啊，他因为手上抓了一点权力，就当着人家的面就是砸人家东西，哎呀对呀、啊、砸东西啊，当着人家的面砸东西来，像那些城管之类的，那当官都不是好事，因为当官的人素质好不是，他认为的好是对上啊，对上唯唯诺诺啊，卑躬屈膝，对下的是毫不留情，所以是现在那个李逵杀下来了啊，李逵杀下来，杀那些贪官，杀那些当官的啊，啊，前两天我们临牌的时候也说到李逵下来，现在李逵下来把具体的细节都讲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再见啊，再见。